有信息的哪有可能真心跟他交往啊？只有许世伟那种流氓才会傻的。我看一定是他自己在利用吴信贤，人根本看不上啊，他又得瑟我，才会赶紧走来找我。所以你是原谅我，咱也是老同学、好朋友。你真正就想要嫁入去母家，做你小奶奶啊？虽然吴妈妈已经接受我，啊，不过吴爸爸搁在气我得失着你。只要你替我讲几句好话，我就会当欢心安尼。王依林，你爱偌济谢礼，我拢愿意。拜托啦，你跟我斗三工啦。咱过去恩恩怨怨，我都无想要讲啊。你爱我，跟你斗三工，就我决定好解办法。对，我就是要创弟弟，我爱你甲只鸭蛋黄酥食了。我再跟你斗三工，替你讲话，和你离开母家做媳妇，买还是不买，随在你。哦，我就知影要上细阿要就好啊，算算去啊，食也食袂死，我今嘛无其他的选择。好，我食，啊不过。你爱讲的都做会到哦。好啊，啊，不过时间无济，你只有十分钟会当食完，而且爱哪食哪表演好食的表情。计时开始。等等，我敢会当配滚水，我敢会当坐咧食。会用啊，啊，不过你干了一杯苦的。讲完，应过二十秒啊。带我送你们对啊！哎，你的表情不好看呢。廖萌子，你嘛真趣味，有滴要嫁给吴兴贤，才哩拍拼，人不爱和你入门嘛是正常的啊。啊，不过，甲你这个规工闹代志的人，但你去母家，和方彩霞这个心机重的查某人，无闲对付你，会当替我省少些时间的，和我慢慢利用吴辉煌，一个吴兴泰替我报仇，和万朝远付出代价。多谢你送上我，甲我报仇之路斗三工。不要，我是在想啦，是不是赶紧把信贤的婚书订落来，安尼这样囡仔就会较定性。欸伊迄个迄个有婚姻的小查某高高甜哦，我想到就硬啦。赶紧回娶我，回死心嘛，确实是有道理，对吧？啊，你敢不是讲一直在替伊找对象，还是找了安怎？信贤的无亲像信代啊，有继承人的压力啊，所以我在想，无需要找门当户对的，差不多就会用的啊啦。啊，不过形象爱正派。爱乖听话，啊，上重要啊是身体爱健健康康啦。我就感觉迄个气象主播廖萌子袂歹。啊？你是讲起来伫镜头头前闹笑危险廖萌子？甲伊林某学的廖萌子，啊无你是头个歹去了啦。像伊种安尼下戏下情的女主播，绝对是袂用个踏入要咱舞台大门的。伊都唔是调工的啊！伊已经去电视台开除啊呢，迄名声有够臭的。而且哦，我认为信贤嘛无可能会介意款虚化查某囡仔。
啊，你也无识识伊啊，你哪会知伊花？看人哦，袂去看表面的啦。我再讲，伊安尼啊，少年都做主播呢，可见个头脑袂歹啦。以后咧生理场的哦，有法度可能性先到三公啦。哼，伊是有法度可能性先到三公啥？就凭你咧头壳哦。啊，你嘛知伊个客户是杜光亮啊，咱亲家哦，就是杜光亮的头家啦。哼，我都还袂找万条安算啥？你竟然叫信贤去带万条安下骹手人的查某囝，啊，咱信贤敢真正来无价值咯？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信贤是咱后生的，我哪有可能予伊吃亏啦？我是想趁这个分数哦，啊，是不是会当找机会甲亲家好好啊？啊，大家做伙赚光店的钱嘛。对咱两家只有好处，无歹处啊！哎呀，你敢唔是有讲过啊？信贤无继承的压力，所以伊娶某的标准哦，会用较灵的。啊，身份、家世、背景清白就好啊，人品较重要，无需要伊斗相共，什么斗做生理，安分啊替我生孙就好啊！啊，多谢了蒙子，离开电视台啊！安尼，伊就当安心生囡仔啊。要唔讲哦，我感觉廖蒙子这個人哦，爱生话，爱闹代志，恐惊也无遐尼听话呢。无唔对啦，廖蒙子哦，甲伊人够温婉滴咧，伊人去坐家，就是互伊害的啦。啊，你若是互伊两个人住伫同一个厝内，啊，咱的厝顶敢毋是会掀掀去啊？为滴，我已经决定啊啦，甲伊人袂合，就袂用个礼拜咱母家。隐隐迄边都还袂母好势咧，若是搁找一个甲伊人有冤仇的新妇入来，会甲伊人愈杀愈远啦。爸，伊人传简讯我啊，伊讲下晡三点车跟我见面，我有话要甲恁讲清楚，地点再搁传予恁。你别要我见面，安尼一定是哦，改变心意，要回来跟咱团圆啊！伊若要跟咱团圆，应该等下找咱才对啊，那是咱去找伊。啊，免想遐济啦，有机会当面讲，搁较好啊。地点传来啊，离咱家有淡薄远，要赶紧出来。哦，等下，我带恁做一起啦。先刷准备一挂礼物啦，伊若看到咱这个时段去找伊，无得着对咱的态度会改变啊。嗯，还是哪一间啊？应该这间啦。拜弟哦，今麦看到你健康平安，我就放心啊。咱做同学的时阵，我真正就希望大家当好好相处。尚知影，因为小可冲突闹出这么大的代志，我真正感觉足歹势。人咧讲啊，我有唔对所在啊。所以，你愿意原谅我？当初是咱唔捌代志，无啥物好扣分的啊。伊哩，多谢你，你的巴掌真正足快。我要向你学习，你敢知影？这几年来，我逐天拢伫咧忏悔。我想，我的受重伤是因为天公要爱叫我好好啊反省。今摆我得到你的原谅啊，我总算会当安心好好啊困啊。看袂出这个短口啊，走这尔紧，竟然知影要找我伊来写字。别外嘛，咱咱妹嘛就。这个表现了袂歹，会晓替家己加分。你演了伤大力了，就假。那恁俩就握手言和。以后你若是有任何需要我斗相共的所在，你做你讲，我绝对无第二句话，一定会听你。好啊，海生，我甲你约好啊，无时间继续甲你开讲啊。林刚，咱再够约其他同学出来吃饭、唱歌。好啊，好
好啊，一言为定哦。那安尼我就先来啊。有爸爸，有妈妈，啊，搁有大兄。哎呀，哪会这么拄好？就是恁甲一零六伫咧家对无？歹势啦，占用着恁的时间呐。你要阮来家，是不是要搞来顿啊？依琳呐，这哦是恁爸爸甲恁阿公要送予你的见面礼啦，啊顶边面花送，内底哦有表啊，有现金啦，啊搁有。没啦，我拢没接受。依琳啊。上次去检验所的事情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是有人找骇客去舞的啦。啊，你是阮母家的亲孙，这点哦，是你免怀疑的啦。依琳啊，你得安心啊，带阮来转啦吼。我哪会敢转去啊？我一转去，恐惊我一天安稳日子偷过啊。袂啦，啊，新民甲伊那边哦，我会好好处理，袂让你为难的。伊是一回事，万条万阁是另外一回事。当当年，伊对我迄个吴阿姑无情的对杀，即马看我出来啊，阁挡着伊查某孙吴英英的路，伊哪有可能去点点啊？昨暗我伫迄路的，去予伊拄着，伊阁对我呛声，阁讲爱我去甲阮妈团圆，这个意思不是爱我死。可恶啊！这个万条万真正是欺人太甚嘞！我都已经讲过，无要甲伊计较啊嘞！伊煞阁唔放阮孙煞，啊真正要当阮母家后悔。好啊，老辉哦，莫遐紧张啊，顾身体啊，顾好啦。啊，虽然讲哦，咱甲亲家遐有误会哦，好好谈判就好啊嘛，一定有办法通解决嘞，家和万事兴。依琳，放心。阿爸保护你，绝对袂有万条万哦，卡着你一支枕头啊！当当年你保护到保护阮妈，我现在才相信你有能力会当保护我。哎，依琳啊，你伫监狱内面的时，把你的资料传给我，这就表示讲你有心要倒来收银啊！啊，是哪？你即马阁无愿意啦？这到底是为着啥？老实讲。我只是怕万条万不肯放我煞，所以想让你知影我的存在。我只是想要活命尔。我若回去，我怕万条万会不顾一切为难我，所以我只会当表示我无要继承母家的位置，安尼我才当活命。啊，你免惊，万条万这颗是欺身怕我惊歹人。你回来认错归宗，伊都唔敢卡你啊！哦，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我嘛完袂煞。等个代志发生，我的性命乌有去，再过来指讲，啥是对的，更无意义。快点，我袂回去，我交由拍算。从今以后，摆脱母家万万万，过我家己的生活。哎呦，依琳啊，啊你这个囡仔来安怎讲拢讲袂听啦？啊，你先交我来等。哦，啊有啥物代志，等伊再阁讲嘛。我今日来是甲你相认，是要甲恁讲，莫阁来找我，安尼阁有清楚无？恁自较早就歪伫阮妈，干那爱我这个孙，那是今日我顺你的意，甲你回去，那呢，我哪会对得起阮妈在天之灵？莫逼我做一个不好囝。依琳，你对玉芳够偌侪距离啊？都是听我阿姑讲的啊，大部分都是因听妹仔较早生活，所以我甲玉芳做伙生活的代志，你拢唔知啊？我无机会知影，请你带我去一个所在，去一撮就好。我袂爱你答应我啥。但我认为我有义务要带你去迄个所在。